低油哎、欸，我的绿毛虫要 mega 了，哦 ，double mega， 他要跟你抢虫虫哦，那我现在输给他，我虫就会不见不是吗？那要输输看啊，欸、不行啊，你们成长，而且他也太好了吧，既然趁先帮我那个，哎，想要公平竞争，跟永灵刀一样。我连个性都还没看、啊、我现在可以看个性对不对？哎、欸，竟然拿冰丢我，坏坏 ，bad bad， 招丢他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个性哦。哎、欸，这样子拉成这样才看得到。哎、欸，没血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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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血个性。哇，这边看不到的详情，怎么办？没有血，看不到，没关系啊，打完再看。对啊，打完再看。嗯，拜托，应该五下可以喷死他吧？哦，这招看起来好帅啊！哇塞，一定是自卑。化悲哎、欸，如果个性真的刚好是自卑，我觉得太白痴了。拍影片你就知道，我有一只自卑的天空龙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收服的熊是用这个。都市传说，你知道用网纹球抓到，一定是自卑哦。一定是自卑，个性一定是自卑，一定哦，一定。那因为万一他是自信怎么办？自卑，要不要考虑丢鲁龙虾用潜水球？已经来不及了，已经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！哇塞，一直要打全部了啦！你看，哎、欸，他真的好帅哦！刚就是说这个很像鼻孔，原来是这只哦。对，鼻孔好大哦！我靠，他真的超可爱的、欸，全部秒杀、欸，太痛喽！个性自嗨，自有自嗨吗？没有吧？没有。哦啊，龙打龙，这个 E 它进化刚好龙打龙 ，bug 虫 ，bug 龙，啊 ，mega！ 快看，没有自卑这种个性，是滑翔眉毛，真的是滑翔哎，龙族之耻，虫族之耻。死喽！好猛哦、喔，真的是一只打全部哎、欸。Lucy， 赏金6200送你，就是打完还要算钱。哎、欸、点点点，白天嘞！突然间白天，真的。全准新陨石怎么样？新继承者 Lucy 来，要带你以修你自然的，太撞开。你让我存个档吗？我怎么让我存个档？不会吧？你要废宇宙了吗？现在吗？我要趁这样，马上就要废宇宙，真的假的？他叫你去死啊！冲啊！好恶心啊，好像是摸水管，爆管子，修水管的。哇，废了！绿色钢棍，真的上了。然后，不要难过，不要难过，呵呵呵。我可是联盟冠军哦！绿色彗星，等下掉下来变炒饭，真的，炒饭就宇宙喽！哇塞！哦 ，mega 哎、欸！然后嘞，刚刚不是在身体吗？怎么变到头了？撸管，又是那一套装，对啊。哦，是蛮小颗的、啊，用撞的、哦，对对，没错，好蠢哦。好了，有点帅了。哎、欸，它是三角形的，我看到了。然后呢，还不是一样会碎裂？对啊，还是会掉到哎、欸，那是什么？奇奇之出来，真正的三项之力。What's that？
欸，会动欸，啊，对啊 What？ 这你是不是要开始打什么东西了？戴欧奇西斯巴士丹的戴欧奇西斯哟，臭骚，是不是就是我刚刚讲的宇宙那个啦？应该是哦，戴欧奇西斯啊，对啊，就是他。他不是有三种形态吗？四种、啊，攻击速度防御普通，对，怎么这个是好听哟，3-7 5-3 2-3，哇，战戴欧奇西斯的版面呢，黄文秋、哎，你会被他秒掉，你要小心哦。为什么？我上次就被他秒，真的假的？所以说杀了他之后还可以再抓，可以如何？怎么高速信心吗？做了什么？加防御上升，特防上升。给我去吃土！喂！哇！居然是他被秒掉了。狼人，你骗我！真的啦，我上次。这我要抓他，我想抓，怎么办？我现在重来的话，我还要从绿毛虫开始抓哎、欸！不是吧？要等三周目哦，要等到三周目？没有三周目吧？啊，有吗？有吗？有。好啦，差不多啦。来喽，重来喽！元首是啊，他可以回头再抓啊，所以没关系啊。可是回头再抓要等很久。久是吗？他们说要打，再打完一次殿堂，然后他会在天空之塔出现。可是问题是，可是你现在等级，我现在平均等级都50级啊。嗯，我大师球啊，我大师球啊。或者是不要命中要害的话，我可以慢慢打他一阵。所以因为你要抓刚刚那只哦，我是想抓啊！天哪，玩这这样你才有动力继续玩下去。我没有动力啊！我靠，那你要重玩吗？也没有啊，哦、很久哎、欸，你跟他超久的，光是那个画面到刚刚那个画面，我知道啊。太痛了吗？你不是跟我说他可能会秒我？他哎、欸，他特防上升，我还秒掉他，这太扯了吧！他没有说你会秒他啊。啊，我没有说你会秒他。他说他会秒你呀、啊，结果真的被秒了，不，结果真的我秒他了。搞不好他只出攻击装啊，有没有会秒你啊？你也会秒他。他的哦，互相没出。比尔曼大师球，你就只好把队伍平均等级练高一点。有人叫我用这只直接过。殿堂，那这只虫去过殿堂，对啊，哇，他一定是知道自己被啊死掉，那他一定是知道自己被关进这个球很不爽，发泄了，怒气爆发，不是吧？二周目结束了吗？剧情？对啊，差不多，就这样结束了。啊，是不是等一下一定会再跑一次结局画面，然后自动存档？没有啦，没有啦。啊？先存档吧，等一下。我没有办法存档。说等一下的话。被羞辱，羞辱咯。他故意刺激你哦。天哪、啊！怎么会有这种事啊？好鸡哦！结束喽！真的是要看个性哎、欸，真的。怎么还没结束啊？好久、哦！哎呀，姑妈妈，全部都结束了。頑張ってください。你不是被选上的那个人，可是你还是要加油啊！出什么三枪之力，一点弹力都没有。
个性没有懒惰的啦。他们说个性既没有懒惰，也没有自卑。那到底会是什么呢？自嗨，快点来猜一下这只绿毛虫的个性会是什么？我也很好奇。哎、欸，个性一共有几种啊？25种吗？认真。嗯？有人说用网纹球抓的很难得。用网纹球抓怎样？因为只有一倍。什么什么什么？听不到。啊啊！有人说用网纹球抓很难得，因为它没有加倍的那个。对啊，可是因为绿毛虫好抓啊，这只。就是剧情上比较容易抓到，就刚好可以。自私、孤僻、自卑、害羞、中二、勇气、路痴、自恋、可怜、自闭、狡猾、易怒、自残、保守、中二、崩溃。中二两次了，颓废嘞，这样是有颓废。米虫，米虫，肥宅，吐司，吐司，好坏哦。个性吐司。哇，能这样子、哦、是在干嘛？拍照吗？约会喽，约会喽！你看约会干嘛啦？二周目就这样结束了，二周目剧情啊！所以之后就真的除了打四大天王以外，就没事做了。那你就可以再抓一次喽，就抓色尾吧。啊，色尾。是要刷到民国几年啊？天啊，那个8000分之1的几率。刷那个。听说可以回家找博士拿一个东西，让社会几率增加2倍，变4000分之1啊。那个要那个吧。然后听说还有一个什么，把什么样的成鸟会放在第一个，也有可能会。我可以存档的意思吗？我还不能懂。Yeah. What the fuck？ 罗西，我该丽丽。欢迎回家。Ending，End，End。这次还有猪哭吗？还会继续吗？我记得是没有了，剩下就是结束喽。升档喽，真的是 ending 了，个性结束。升档喽，升档喽。好了，个性揭晓了。升档喽，升档喽。叮叮，网纹球，咳咳，哭哭。个性是 lazy。Lazy 特工增加速度减少。特工增加。Lazy 冷静。打那么痛。冷静。真的吗？对，冷静。所以被他哪有冷静？他一点都不冷静，好不好？他刚秒了戴奥奇西斯，哎，还是命中要害。哈哈哈！这叫冷静、啊，一点都不好不好。他就是冷静下来才知道对方弱点在哪里。天哪、啊！太冷静，超冷静。哪里冷静啊？哇，这叫对啊，是易怒吧？你现在是暴躁了，怎么办？啊？没有。我现在是急躁，速度上升，防御下降。你说我这只吗？你不是我，你本身靠摇、哦，我杀了你们！速度上升，防御一点都不冷静，好不好？哇塞，这是怎样？三周末吗？抓不到洛基亚森。哎、欸，这是什么 ？Funo Chiki 什么？船票？又是船票？哎、欸，要去。下一个地图了吗？圣诞岛喽！啊，下一个地图了吗？没有啦，你去有那个船的地方。嗯，哎、欸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 Latte 呀，什么哪一头？哎、欸，这个应该是 Latte 亚树。Latte 亚树是什么？亚树？不是喽，那什么呀？又来又要他是给的，要抓哎、欸！你有存档吗？没有。他又要给你，你看要被女的追。不会吧？我没有存档、欸。他还有一次是被女的追的呀。我没有存档，怎么办？就 GG 喽。GG 喽。GG
狙击到。给你拿三个。纳吉耶。怎么办？那就是纳吉。不是，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我万一拿出来是男的，或是女的，或是我不要的，怎么办？就有还有一次抓你那刚刚要的那一只的机会喽。啊？我觉得啊，欸，你应该都会自动存啊。你确定？不然呢？你确定？你说？大不了重抓嘛。你要哪一只啊？我不知道哎，欸，这三只。等一下，我第一次拿火，第二次拿水，拿木的草，再是要拿水的，对不对？嗯。不拿那。我跟你讲哦，嗯，它进化叫大力鬼哦。对啊。很丑，对不对？它变成海狗。帅。还蛮帅的。很帅。超帅的海狗。所以就是选它。大鸡变成最终进化会真的很悲哉。会变成怎样？很不易。很不易。因为它是。很不易。可是我想说，我第一次拿火，再来是拿木，那这次应该拿水喽。多多在等你哦。可以啊。多多在等我。对啊。哎呦。那赶快拿完就走吧。好。那就拿水喽。你还有一袋可以拿。刚刚种子吗？还有一袋啊。没有，那个第一袋的是 XY 版的才有，然后还有一袋是有那个霍加曼的。霍加曼，先等我一下。企鹅。霍加曼是三代的啊。哇，还有那一袋。等一下，我调个麦。哎呦，很难调。放麦，拍谁拍谁拍谁，我在调麦。有人一直喊说要腾腾蛇哎。为什么？他们喜欢那只蛇。腾腾蛇是不是很漂亮？哇，动画里面它是女的，而且可是我只有八分之一的几率是拿到是水。没关系，拿掉是母的。那万一死了怎么办？我要重抓吗？重来啊！全部重来吗？蛇我也可以生一只给你。什么？还要你要腾腾蛇，它可以生一只给你。才可以这样？它可以生一只给你。所以你可以不用拿腾蛇。他拿了。他拿了。我说你可以不用拿。来不及了。什么？他就是这个冲动的男人。没有没有，我刚没有听清楚啦，真的，我刚真的没听清楚。天哪，我说我可以生一只给你。天哪，我们要不要全部重来嘞？我可以给你一只最大只的君主蛇哎。这对耶，没有取名耶。在哪里啊？我找到了，这里啊，好看了啊、哦。看，公的，公的，公的。你要不要读读看重来啊？搞不好已经记录好了。您说会记录在刚刚那个地方吗？你的那个，你家可能会聚在你家。我觉得有一点点不太熊气。反正你刚刚都，你们真的这样想，那我就没有啊。不是因为你还是很想抓的那个啊。是啊，是啊。就那就赌了啊。好吧，好吧，你都这么说。如果真的不行，就那就真的关掉啊。好吧，我们去玩 G mode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就算等一下开起来没有的话，也是要先巨魔的了，对吧、啊嗯？就是要这个，到底会记录在哪里呢？等下拿完可以再回家出来看看。呵呵，啊，呵呵，啊，呵呵，重来了，呵呵。耶、yeah, ，有机会了！呵呵，可以的，加油！呵呵，是我认定的男人。不行啊，多多在等我们了。对啊，你就先在这边啊，我们啊，下次再抓。偷抓我先生一只给你啦，没关系的。你是说裂空座吗？咱们冷静的那条虫不见了。对啊，我也可以给一只裂空座啊。什么？什么都能给哦？你什么都能给？我觉得虫管也没差。哇塞！被羞辱了，
啊，这先换游戏玩啦，没玩一次必崩溃。好了，我们去，我们去找躲那边吧。嗯，阿狼儿，下次有开再找你啊。哦，对，先关啦。好哦。哦，拜拜。拜拜。哇，6小时哎、欸。对啊。